没有一个店看着冷冷清清，有点吓人的华为杯。是一样什么游过去啊，去红楼啊。1979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在里面画了一个圈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个老人。那这不有2021年一个小姑娘在这想着如何游到对岸。我可没想是一个老头想着怎么游去对岸。哪个老头？30多岁怎么叫老头呢？30多岁叫正当年的年轻壮小伙，有点过分吗？啊，这有没有点过分？我就问。没有啊，这还没过分、啊。我给你脸圈出来，行吧？这样可以了吧？马贝雷，走。走呀。你也太脸太小了。非要把我这个大脸拱出来，有什么意义嘞？小妖这气，怎么不走了呢？哦，我不小心开的，开起来的，不小心的，真的不小心的，不小心的呀，你快上来呀！是不是叫椰子？我跟你说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在这儿啊，给我等着。
飞点哦。